喉咙真的很痒，我唱的我很怕，刚才又一只东西不懂什么东西，嘿，没有飞进我嘴巴，不然就是糟糕了，更加咳嗽了。好，这首歌曲送给我们在场有喜欢听怀旧经典歌曲的朋友，还就是特别送给我们的阿嗨大哥，应该是他趴托的时候唱的歌。他最近看到我名字昨夜星辰，昨夜星辰，那我今天在特地为他唱这首歌，他想起很多以前的回忆，哈。好听哦，以前我也是常唱哈，我也是丢一阵子在那个冰橱里面，很久没有唱了，那再挖出来，把它融化，再唱给我们的阿嗨大哥听。哈，这首是应该是80年代左右，对不对？还没有，我86哎，哎呦，我讲出来，没关系啦，年龄是不用紧，可以告诉人家。这首歌是以我还没有出生啊，真的应该是80年代左右。24啦，还没有过生日了，还没有过生日不算25哈，还差很远呢。还是不要了，我要现实一点，过了生日。什么？哦，一定会盛大举行。好，那听到这一首昨夜星辰，也需要去学我们的最棒的老师哈，我们的唯一的世代的老师，还就是永生灯光音响，辛苦他们了哈。好，那节目继续呢，安排一首呢是早期一首，也是一首应该这首比较久啊，应该是60年代到70年代一首《爱情如水向东流》，一起来欣赏，谢谢。流水在梦里微微
好，老师还有一首，我刚才写什么歌曲我忘记了。OK， 好，然后听过了这一首《爱情如水向东流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节目继续再安排一首，也是一首比较轻松，这一首歌名叫做《风雨恋》，一起来欣赏，谢谢。来，什么？好，好，一起来欣赏这首《风雨恋》。谢谢，谢谢，是个蛮好的，谢谢。